哎、欸，好好看哦、欸！好经典，好经典 ！pose，pose， 大猩猩在做运动。哎、欸，有够难看的啦！这绝对是你们 YT 事业的最高峰。动物园里和猩猩看对眼，你会？怎么、啊？哎、欸，三个人不同的猩猩哎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要立体的啦！来，星星模仿秀 ，Action！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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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传神哎，传神哎！有有有，来，阴森的星星模仿秀！阴森，不要乱抓！盖比酒，什么时候会有这个？要香蕉，要香蕉！来，尼克的星星模仿秀！这个也传神哎，自己来，同时三只星星一起，我才不要去！好 cute 哎，还是来宾的物超所值，物超所值，还是走三个星星走伸展台，真的啦，三个星星走伸展台，来，三个星星走伸展台 ，Action！ 哎，好好看哦，好经典，好经典 ，pose。大猩猩在做运动。哎，有够难看的啦！这绝对是你们 YT 事业的最高峰。团长，你赶快出来救一救！团长，一些国际的品牌。团长，团长，团长出来讲话了。你们会接到洛杉矶动物园的代言？我会接到寿山的而已啦，寿山。啊，第二题，来，第二题，请出题。当你正在坐公车，你会来啊 ，hold 住 ，hold 住哦。来，展瑞一直在颠簸，因为车子摇摇晃晃。那音声这是优雅的做法啊。尼克，这个可能需要解释一下，这个是拉那个环没错。那你这个是这是什么？请坐啊。哦，坐，请坐。哦，把博爱位置让出来。如果前面是一个女生，好像是不是就怪怪的？请坐，你叫我坐，请坐。你手明明在比，啊你我如果坐就会变这样。不要拿去碰，就跟你说我要整台。展龙，你们团员干这种事，你不出声制止，明明就是你要的。你不要看不得人家好，要砸人家的团。你在剥很热的茶叶蛋，你会。来立体的哦，立体的，动态的哦。来，展瑞，哦，这个好传神，展瑞，哇，真的戏精哎。木耳朵，然后音色，哇，这个更是厉害啊，女生的播法。尼克，你现在手又这样了，你去把喜安娜，前面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为什么那么大？女生，鸵鸟蛋啊，异于常人，鸵鸟蛋啊。